术就力一起来，魔术就是要制造奇迹，有时候亲眼看见都未必是真的。就说嘛，亲眼看见都未必是真的，你还能相信你的眼睛吗？这就是魔术神奇的地方。本月八九日两天，彰化县府将在八卦山大佛风景区举办国际魔术文化节，邀请美日韩葡萄牙等七国顶尖魔术师同场竞技。台湾知名的李家峰、吴冠达、严立人等来自彰化土生土长的魔术师，以及吉米，当然也要拼场一下喽。哎，但是小鸟不乖，乱乱飞，同场效应追气淘鸟。美国魔术师查理的铁拳魔术也是既逗趣又超搞笑。魔术文化节还将有镜子剧团与亚洲知名魔术设计师艾哥等街头演出，另外还有台湾魔术大赛及魔法同万特区、魔法北时区等，现场还要送出5000份魔法道具。动新闻，你看得出来了吗？报道。